是芭比娃娃系列的房间吗？好喜欢哦，文学夫，谢谢你帮我们普利斯这个案子做得非常的成功，所以今天我有一个 surprise 要送给你。哦，什么东西？有礼物哎？是，这个就是要送给你的礼物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们一起来打开这个礼物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没错，三、二、一。恭喜我们的普利兹私人美白牙医诊所正式开幕，正式启动。所以这就是我的喽？当然就是你的啦。哇，这就是我的私人美白牙齿中心哎。没错，房间开幕了。对，粉红色系的一个房间正式开幕。尤其呢，今天我们的雪芙呢，她脱下了白袍以后呢，她换上了芭比情人的造型。好，那请我们的雪芙呢，让大家看到芭比情人的造型呢，穿在她的身上的时候，又有美白的牙齿。